哇，这首新歌也太好听了吧！1月8日，宇宙少女带着全新专辑《啦啦啦》回归了，新歌出舞台，少女们也是很卖力呢。现场这么气氛满满，怎么不见三位中国成员的身影呢？이번활동에도부득이하게같이참여하지못하게되었는데요비록활동같이못하더라도꾸준히연락은하고있기때문에그새친구도저희를응원하고있고저희도그새친구를응원하고있는데앨범에대해서얘기했던거는아무래도멤버들이다보니까노래를당연히미리들려줘야겠죠그러다보니까이번또중국인멤버들이다목소리가들어가있는그때우리라는노래를들으면서되게잘나왔다본인들의목소리가되게잘나온것같다 一面是活力少女一面却又展现女汉子实力我们恩熙还真不能小瞧呢그래서안그래도퇴소하자마자바로그퇴소하자마자바로또사격장을갔거든요진짜요네잊지못하겠더라고요그만발을그속맛을 네그래서갔는데또거기서도만발을했어요거기서만발했어요그래서계속생각날때마다갈예정입니다와우也太厉害了吧希望新歌也能击中所有人的心呢